早上好，我们现在要出门了。Maggie， 赶快出来，给我们等下去哪里？拿乌龟机？啊，不是吧？第一站。Central Market。好的，我们出门嘞。感觉今天又是超晒的一天。我们好像到了最好罗卖香料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要来买油跟 balsamico。我们在试吃各种松露产品，想买回去。我们来吃东西。烧上超大块的松露，然后肥肥的 mozzarella， 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个也好好吃哦，香菇，看香菇看起来好吃哦。这个是面包加 cheese 加松露，超浓的 cheese 味。这是刚才买的，叫什么？对，桃子的饮料。美术馆的超热，佛伦是真的很热。今天走好多。对啊，其实早上就走好多，应该还是因为太热。对，来佛伦是每天都走好多，因为它没什么地铁可以搭。然后我们刚刚在市场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去逛那个Leather Market， 应该是 Leather Market。然后他们那里的竞争都超激烈。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乌菲兹美术馆，我们预约是12:15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应该是来得及。来得及。好，乌菲兹见，拜。终于走到了，结果我们有预约，但他还是这么长的队伍，傻眼。好热，我们进来了，爬好多楼梯哦。结果我们租不到那个语音导览，因为我们没有 ID， 惨念。我们现在在中场休息，因为太累了。都是宗教有关的话，对，我个人比较喜欢梵蒂冈的。它比较多元，而且它连路线都很有设计，就是它把你就是设计说怎么样，就是好像有点像走迷宫，反正就是都不一样，都差很多，然后你就会想要一直走下去这样。可是这个都有点类似，虽然有看这边的话人都长得一样，对，人都长得蛮像，而且比梵蒂冈的那种画风是不一样，可能他们比较硬一点。现在脚很酸，他们早上健身课。预备开始。他这间听说是很老的牌子，店。然后它有一个口味是米的口味，很特别，所以我们来吃。走，很多口味，真的。我们点完，我点黑莓跟桃子，这是 melon 跟饭炖饭的口味，还不错。饭的口味很好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香。现在刚吃完一家焗鸭头，又要再去吃一家，那一家很普通。没有想象中好吃，这红酒口味，然后另一个是薰衣草，他都把它盖住。对啊，我们来吃牛肚包，有一点点点辣辣的，一点点，辣的一点点。
现在排队准备去爬教堂登顶，我们要去爬436阶的白花大教堂。我刚才依稀听到人家说他们爬了一个小时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一个小时蛮长的，还蛮长的。好，对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有在运动的。是户外，我们现在爬到中间。哇靠！现在这么高，我们现在还状态还很好。现在是热身，对，但是老实说，我不太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顶，有这个画在这边，应该是有室外吧？我希望有室外。现在塞车了，我们到哦，对，好，你有惧高症，Maggie 有惧高症，他会怕。Oh my，我觉得不会很累，可是很热，流了很多汗。我靠一下。我们在顶顶楼，有人放屁，没闻到。我们下来了，耶！漂亮啊！没有想象中累。对，其实没有很累，只是快热，只是里面有点热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买三明治，然后回家。这间真的很有名哎，都是人。他们选的啊。我们点到了，感觉超好吃的。啊哦。哦，滴下来，好有 feel 啊！三明治，这里每天的天空都是恋爱的颜色，粉红色，镜头可能看不出来，但是是粉红色的。